聊，我是凯杰 ，KJ。哇哦，看到我前面的蹲举影片，我觉得这次 AC 出的这款护膝改良款又特别硬，比市面上的其他的护膝还硬。哎呦，怎样硬呢？其实在有在练的人，我就通常会希望这个护膝越紧越好啊。这款不止除了紧，它的支撑性特别强。试到270、280的时候，那个底部撑起来的那个感觉啊，特别有张力，稳定特别好。那尤其到那个底部起来那一段的时候，回弹，特别有力。所以如果是说我的心得的话，除了支撑性比较强，比较硬以外，那还有再就是它的那个弹性，底部的那个起来之后，我个人是觉得会多大概10公斤哦，你没听错，10公斤哦。所以你本来蹲200公斤的人，你穿上去210，你本来蹲250公斤的人，穿上去260，直接加10公斤，超猛！我讲这个够屌吧？所以啊，如果说这一款 AC 值不值得买，当然值得买啦，好不好？所以这款新款的 AC 健力护膝是你的必推护膝。